下面请陈羽凡先生演绎精彩的主持人。过的，好的，进去了，亚冠的，铁球，高楼走立功了，不要给意大利人，不要给澳大利亚任何的机会。伟大的意大利做后卫，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传统，他面对的是全世界意大利球迷的目光和期待。球进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意大利人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淘汰了澳大利亚队。他们没有再一次倒在希丁克的球队面前。伟大的意大利队，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马尔蒂尼，生日快乐！